过两天我和小猫还有小圆准备去济州岛玩，有一次聊天聊着聊着，我们就决定要一起出去拍拍照放松放松，先去小猫家聊聊天。快开门，谁谁谁谁谁，看谁来了，给你带了吃的。哎呦，我家狗子出去了。好的，回来回来狗子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箱威化，然后还带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吃的，牛轧糖蛋卷跟年糕脆片、紫薯奶球。你要不要先坐下来？我感觉我来上门推销。喝绿茶吗？喝绿茶吗？我不想喝绿茶。那你喝什么？哦，对，玫瑰柠檬蜜。哎，你坐吧。不不不不，你坐你坐。我们石头剪刀布，来来来来来，石头那个。我们两个喝一杯吗？我在喝绿茶呀。OK， 走，咪咪要喝吗？我们拍两张照片吧。拍镜头一定要选择大光圈镜头。我觉得你这个椅子买的特别好看。想要吗？不给你。哦，我、哦。看那个，这个可爱，这个可爱。这我，这您是小圆。这还有钥匙扣呀。好像表情包一样，我想吃饼干。来看一下这里有多少东西，这一共有八包吧。让我闻闻好吗？原来我买的这个威化是一整包的，现在升级变成四小包了，不怕一整包拆的吃不完。你拿一包，然后我吃一包，剩下两包、就是、然后我留着。我吃三包，然后你留一包。小圆，有人欺负我。你喜欢吃草莓味吗？我老公比较喜欢吃草莓。狗粮是不是觉得很松？你去分就知道了。嗯，你看我们家狗。想吃吗？你没有。我也喜欢吃花生的，我爸也喜欢吃这个味道。哇，真的很香。真的吗？你闻，你闻，让我闻闻。真的，就是很浓郁的那个花生酱的味道。花生酱，哦，我真的小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味道。哦，我们家狗都忍不住了。你快，你先尝一个。是不是很做作？做作。嗯，我们来吃一下这个牛奶的味道。感觉今天是美食博主了。它不像一款冰淇淋的味道。啊，冰砖。对对对对，给你们也尝一下。嗯，真的还蛮好吃的。给我们家纯狗吃一点。它是容易吃毒的类型吗？它不是。你吃不吃？又知道爆了，简直！你不快怼到人家鼻孔里去了？你跟我说有用？先让他闻一闻吧。等一下，我打个喷嚏。好了，你虽然打喷嚏也被录下来了吗？我们家狗也打喷嚏。我觉得你们家布置的越来越好看，帮我拍两张写真呗。好的。我抱这个狗拍吧。它可爱还是我可爱？你觉得呢？嗯。我先拍这个狗。好可爱呀、啊！你这毛衣好好看，这是那一家店。小圆腿那么长，你才发现吗？我带了八个味道过来，然后我们拆了四个。那我猜测一下，这是草莓味道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这东西还挺适合下午茶。嗯。周末的时候约上三五知己，配上加顿威化，边吃边喝边聊天，顺便拍拍照，闲谈。